Hello，呀，记录一下今天的单马尾。晚上好哦。对啊，我今天扎了一个好高的马尾。一开始扎了之后，我还嫌不够，我说姐，你再给我整高点，然后就使劲，就是往上，真的就是那种冲天炮啊！谢谢，这是什么？谢谢，要我取得第一名的万圣节。哦，万圣节快到了，谢谢你的万圣节，谢谢谢谢，南瓜 party。就是说蛮吓人的哦，这个南瓜，这南瓜长的，谢谢。这边这个，真的吗？我还今天搞了个是马尾，老不习惯了，就是觉得两边头发很空。谢谢生日蛋糕，这不会是在祝我后年生日快乐，明年生日快乐？谢谢谢谢。嘿嘿啊！对呀，今天都是这个发型，因为这个马尾扎上就梳下来了，因为扎得很紧，非常紧，有种就是小时候就是爸爸给扎扎马尾那种感觉，就扎的眼睛就是往上掉的。但是我明天直播就不搞这发型了。这样看不出我，啊，我有点卡。限定高马尾，没事儿，反正这都直播记录下来了。我真人也是这样子，直播啥真人也是这样，真人就比见直播好看一些。哎呦，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发现，我以前我没觉得，今天发现就是广州的剧场怎么好近哦，就是真的可以清楚的看到台下大家的脸庞，像是在上海的时候，就是有的就看不清，但是广吧真的是看得好清楚啊。就是你站在台上，突然就是可能和台下人对视了，就觉得好尴尬，抹不定，就给对视上了，就是说看得一清二楚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说，谢谢谢谢 clean 白气的万圣节，这个礼物。万圣节要到，真的呀，就是猛不丁的，就是和无论他粉丝，就是整个对视，就弄得有点羞涩。哇，谢谢，秋天下小黄狗的戴安娜凝视，谢谢南瓜 party。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这小外套，显得这肩很宽。谢谢。谢谢秋天下的张呱呱的戴安娜凝视，握握爪，金刚雷握握手，小肚子露出来了，小肚子不能露出来。遮一下，真的吗？而且我发现我现在头发长长了，现在好长。想给大家来一首《花容
谢谢，谢谢有梦想的万圣节，谢谢我们仰卧起坐第一名的小皇冠。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快快快快！谢谢郑阳给我万圣节。嗯，想到了，想到了，我要给大家揭晓那个小名，你们记得吗？你们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讲一个游戏，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？既然知道，你们肯定想出来的。就是，我先给你们，我再给你们来一遍啊，你们看好了啊。小明跑跑跑跳跳跳跑跳跑跳跑跑跳跳跳跑跑跳跳跑跑跑跑。小明摔了吗？小明摔倒了吗？小明摔倒了吗？哦哦，答案是没摔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再给你们来一个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来一个给你们来个摔的版本，然后给你们来个不摔的版本，然后你们自己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其中的诀窍。看好了啊，你们仔细看好。小明跑跑跑跳跳跳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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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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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是小明，这个是小明没有摔的版本啊！再给你们来一个小明摔了的版本。小明跑跑跑跳跳跳跑跑跑跑跑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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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明没分，好简单，再给你来一遍，你看清楚啊！小明跑跑跑，跳跳跑跑跳跳，这是小明没有摔，然后小明摔的是这样：小明跑跑跑，跳跳跑跑跑跳跳跑。开心啊！你们都不知道。不准去百度哦。谢谢慕名的万圣节。这样吧，给你们揭晓一下答案。这个答案呢，跟揭晓答案了啊！快快快，紧张起来！这个答案它不是说在什么跑，不是说跑是摔了，跑是没摔，不是说跳，它就是跟这个跑跑跑跳跳跳都没关系。它的答案就是小明是你们就是要说这句话，你们仔细看好了。要说这句话，说了这句话就是没摔，我没说这句话就是摔了，想不到吧？就是我一开始给你们玩是这样玩的，你们看好了啊，小明跑跑跑跳跳跑跑跑跳，小明没摔，然后第二遍没有给你们说，小明看好了，小明跑跑跑跑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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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小明摔了，懂了吧？就是说你知道这有些答案，你就觉得怎么感觉就是说对吧，觉得有点那啥，但是你们真的就猜不出来呀。谢谢谢谢，刚才从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？我刚跟你们玩的时候我每一句都说了啊，你们仔细看好啦，小棉没摔。
太差劲，太笨了。我没有耍你们，是真的呀，是你们自己傻自己笨猜不出来，所以现在交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去骗别人，不是可以去给别人玩，别人肯定猜不出，这样吗？我这么聪明的小奶奶瓜，当然被骗了呀。这个可好玩了，谢谢南瓜 party。 我跟谁的房间？我一个人间，我们都是一个人间的。哦，我们前7名是一个人间。谢谢啊，阿西喜欢吃芒果的小皇冠，谢谢。这有啥好的耶？这个拳击不是很便宜吗？只要200多块钱，200多块钱还不能让一个人吗？而且感觉这个房间就是一点都不好，就很潮湿，然后很就是感觉很阴冷、阴暗。就是一点都不明亮，一点都不亮堂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一进来就是，我刚进这房间时，我就拿我那个360安全卫士这样来回扫两遍，看有没有摄像头。谢谢，渣渣，心太炸了的戴安娜凝视，给我吓得一天。不好，我不喜欢拳击。对，我特地去那厕所，不是厕所，去那个洗澡的地儿，上面那个排风的，我拿着手机在那边扫。谢谢万圣节，谢谢七口真的万圣节。瑞哥今天来了，他也说他也是这样，他说昨天一进房间也是先扫个遍，会不会一样？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怎么念，我是把它念的可爱一点。懂不懂？一点，你们好无聊啊！你们太无聊了。不能这么无聊，知道吗？啊？怎么可以这么无趣呢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……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。谢谢万圣节。谢谢南瓜 party。party party。
说到哪里啊？嗯。谢谢我们万圣节，因为他这个特效一出来，我就看不到你们说的话弹幕了。谢，收到哦。唱花荣，可以给你们唱呀。唱啥呀？唱个分词吗？没人生来就该被视为被爱，我这个转音可难唱了，我跟你说，一般人唱出来的。谢谢南瓜趴嘞。没人生来就该被视为被爱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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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的时代。哎呀，不知道词儿是啥。我知道你是啥鸡不脏，人鸡不脏，我们的真的真没腐蛮，你就是流浪，噔噔的放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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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跟着音乐是可以唱起来的，突然一下不记得了。我还会唱，呜呜呜呜，这是瑞哥最擅长的，唱的可好，他呜的可好。我没有手机，我放不了音乐，不然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只能等我回上海，就是有手机的时候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素素素素，当然看我们素素啦！我们素素，你们看了几集啦？什么？今晚素素出新的了？完了，我公演公的太认真了，我完全不……我看到第十集了，就是看到我那个，就是要结婚那集。今晚有吗？今晚没吧？不是24号才会出新的吗？就是吓死我了！我就想，今晚怎么可能有？我都是算好那日子的，每周四五六七，是吧？没说错吧？你们有在看吗？看是，不是，我记得是24号。天哪，我看了我们素素，我都要爱上他了。哦，我想到我25号晚上8点好像还有一个微博直播，就是这个《江南传》什么连麦啊啥的。25号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不是《江南传》，要赶紧回传新直播，不是跟曹轩，就是跟我们戏里的演员，比如说，就是什么高妙荣啊，什么李东志啊那些，跟他们连麦，还有江山。我还没整过这微博连麦，还不知道咋整，到时候给先提前整整看。哭什么呀，素素，现在不是素素。我们原说什么时候才可以放出来啊？好期待啊！是不是要等到就是你就是不是会员的人可以看到
第十集的时候才能听到这首歌。是吧？那我还有一首，还有一首应该就是放在我的剧情里面的。还有一首歌也很好听，但是我更喜欢原声，这两首都很好听。我期待。还有一首叫《无怨》，听着这名字都很悲伤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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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深绝往事一去不返，等天高云。串歌了，我刚刚不想叫做哎，不小心给串了。原说是怎么唱的？原说是啊，愿自古不寻常，岁月的漫长，不记得将竹林是宝塔，越徜徉所有地方，这一世有多长，陪你哒哒哒哒哒，山崖的花，海里的光，与君作比飞翔。算了，你们不要听我的，现在唱的不好听，可能录音出来会好一点，但是也差不多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夜的家。谢谢叶蝶。哒哒哒哒，而我目光不曾旖旎你心上，多淡的伤，淡淡淡淡，再亮都有你胸膛。而且这个原说，这首歌好高的，他们说这歌超高。那首歌也很高，就是那个副歌超高。难捏了。真的吗？唱不上去吗？哈，我不瞒大家说，我以前那个小时候的时候，不是小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小组合，我就是高声部的，因为我声音特高。再亮都有你胸膛，我还有2000年的好高啊！你看，我现在哼都哼不出来。这歌那个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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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悬崖的花芬芳，海里的光景淌流在你身旁。哎，好高啊！好期待呀，好期待呀。我的叔叔。就是我们叔叔结婚结的也很快啊，第十集没想到。第十集就这样结婚了，就这么草率结婚了。的确是蛮突然的，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也觉得很突然。是的，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新娘，不是素素结婚的时候没有新娘出现，只有素素和他的宝宁。再亮都有你胸膛，
爱的号码牌，那这个爱的号码牌有没有从这里从上海举到哪里呢？举到南半球，有点太长了，算了。就是你看我结婚了，而且我之后就是我说什么，就是后面都换衣服了，后面的衣服就是会比较成熟，因为我结婚了，就是换那种成熟的衣服了。再难都有你胸膛，紫色的衣服只穿过那一次。里面剧情多吗？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吧。我记得应该是也还蛮多的吧。应该不动脑子都应该知道我们这么快结婚，后面肯定是要虐的呀。不然我们结婚干啥呀？就听见啊，你好，夫君，你回来了，拜拜。就是他总是会，还是会，就是，不能告诉大家。对啊，但这毕竟是拍电视剧嘛，是吧？你想第十集就结婚了，从第十集一共到第什么四十集，中间有这么多集呢，你不虐你说那你能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还好，其实还好。不好跟大家剧透。再亮都有你胸膛，但是结局是圆满的。结局你们记得吧？结局结局就是我之前在口袋发的一张图。Yeah. 对，就是那个会放屁的小宝。臭吧，就是那个臭吧。但是那个烟是大结局啦，还早呢。
啥呀？咋回咋了？闹啥呀？不是我生的，是我们素生的啊，没事啊，不哭。在人都有你生的，曹轩一号，曹轩二，曹轩三，曹轩四号，曹轩五号，曹轩六号，曹轩七号，去抢吧，你们去抢吧，加油！这已经有一位曹轩版去了。嗯，好多人要给我吃椰子鸡。我们素素怎么会这么温柔，太温柔了，又温柔又善良又大方又那个贤惠又那个聪明，然后又主动，嗯，简直就是完美女生，又漂亮呀。嗯，过于主动，咱也不知道。谢谢哇，谢谢粉塔鸟的小皇冠，谢谢你的小皇冠哦。明天，小肚肚，明天还不知道是什么造型呢。31号，如果两位在的话，我觉得会来聊天。后天不演，我要高马尾。我总觉得我扎着高马尾就是有点像上学的，上那种大学生、高中生。对，就是有种女侠的感觉。李谦，我叫宋谦。我叫白谦。
白签怎么样？就是我双重身份，我又是白素又是李谦，我是他们俩结合。哦，我还叫宋阳，对，我好多名字呀，宋阳也是我。哎呀，我现在整个宋谦，完了，这名太多，记不得了。我有三个名字：宋阳、宋谦、宋欣然。哎呀，还有个宋刚晨，对哟、哦。嗨、哎、呀，名字太多了吧？嘘，不要提我们方向盘吧。太丢人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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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盘盘盘盘，你们我可爱。哎呀，我这个头发好长，这是为什么？这给我放动画片了，饺子桌看个别的东西，再吃会儿，吃到个这吧，奔跑吧兄弟。对，这是浙江卫视自己吧，不是浙江卫视的台播的奔跑吧兄弟，就先放这个吧。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酒店，我就习惯就是那个电视啊要一直开着的，有声音。现在没有新闻联播了，不然我早去看新闻联播了。嗯，要有声音才可以，不然就很害怕。而且一定是那种，就是要么是那种你看电视，要么是那种综艺，就是那种欢快。谢谢，谢谢 PREPREGTMO 点点点的戴安娜银饰。Sex。我把我那个化妆包拿过来啊、哦！我的小嘴，对呀、啊，这还没吃饭呢，半夜点了那个，刚点了那个
什么牛腩，牛腩堡什么堡，一会儿去吃吃。嗯，一会儿吃完，不是一会儿吃完我就去吃几口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哎呦，我好想小白他，谢谢，哈哈，段璇居然说我这个外套版型不好。太差劲了，这外套明明那么好看，脸有点大，太差劲了。嗯，在放电视，是吧？他肯定就觉得我这外套太好看了，他想穿，对。然后他就说我这外套贼丑。对吧？我也觉得很帅，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穿它，我就啥玩意儿我都外面搭一个这个外套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后天直播也会看到这个外套的。就是说你们还会看到，不会看腻了吧。嘿嘿，想波波就波波了。谢谢万圣节。要到万圣节了，万圣节该去哪里呢？万圣节好像是要公演啊。好的吧，在公演，万圣节在公演。31号在。啊，在横店，几号万圣节呀？31号呀，31号我在公演呢。万圣节特别公演，不是我们队，不知道他们啥时候公演。老天保佑，不要让我在剧组跨年，我要回家。
想爸爸，想妈妈。我要回家过年，一定会的。相信这个剧组，这个伟大的剧组一定会在年前杀青，一定会。差不多，今年是2月份过年吗？我想是可以的，希望我整点齐，快点拍。谁知道？嗯，要 build。没有啊，一般如果拍戏的话，就是会在组里过年的呀。剧组又不会放假的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快啊，一年了又到这个地方了。去年也是住在这个酒店，没想到已经过去一年了，完全没有，觉得好吓人。而且我记得我去上次来也是住这种房间，也是这个格局。哦，没有一年，只有三个月。哦，不，只有半年。半年，不是一年。好快呀！我马上就那个，马上就下播了。一会儿美美卸完妆，美美的去吃饭，然后美美的做一个面膜，美美的睡觉，然后明天美美的见你们。哦，明天美美的握手，也不一定，可能明天顶着俩大黑眼圈，就是说，没关系，见不到，就是闭着眼睛，你和我电话的时候就闭着眼睛，然后就会，然后想我，然后这时候你的面前就浮现我的身影，这就要用意念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我在和你电话。不错吧？对啊，这样我们明天都能见到，不见不散啊。
还有2分钟了哦。就是说家人嘛，这个双马尾不知道，不是呸，这不是双马尾，这单马尾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见到。快啊、嗯，快想看的快看啊！嗯，晚安晚安，你们快点睡觉。后天，下次我说什么？好了，后天没有单马尾了。等之后有机会的，等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单马尾怎么说呢？嗯。就是看着挺精神啊、嗯。Very good. 好了，要和我们大马尾说再见。哭啥呀？不说再见，是的，明天还要再见呢。明天见，后天还要再见呢。啵啵啵，完了，我现在就是被断线传染，就是老想啵啵啵。啵。好啦，我走了哦，我去卸妆啦。哇哦，谢谢你的万圣节，不是万圣夜。我走啦 ，Thank you， 好梦哟，祝你们做一个好梦，咋啦？晚安，咋啦？不好意思，我又开始磨叽了，我真的要走。这不行，真的要走了，太好看了，就是再不走真的晕呆。